日，全国首档好男人励志成长真人秀《超级先生》于上周首播后，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成绩和口碑。而作为全场唯一的男性见证人乐嘉，似乎显得格外兴奋，在节目现场频频上演大尺度戏码。近日在录制过程中，乐嘉与四位女神展开了激烈的争论，便到激动之处，乐嘉失手将笔摔出数米之外。此时谢娜为缓解气氛，亲自将笔捡回归还乐嘉。乐嘉接过笔后，突然面露温柔，对谢娜示爱，并将脸贴近谢娜，似要吻上去。现场的观众发出了惊呼声。机灵的谢娜面对乐嘉的索吻，则是给予了拒绝，通过身体巧妙躲闪。最后，乐嘉只得轻抚谢娜发丝，送上拥抱，令很多观众虚惊一场。网友看后纷纷大呼：“杰哥，快来保护谢娜！”凤凰视频为您报道。